来继续这个，哎，他连这个美术都美术图都汉化，哎，看我都不用自己搬，多开心！炸物店只买百叶会不会很奇怪？为什么会？你想吃，你想吃就吃啊，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呢？是不是？花钱的是你，吃的也是你，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真的，你爽最重要，不用理别人。奇不奇怪不重要，重点是你开不开心啊！我觉得这套衣服超帅、欸，超帅。只是平常你看玩游戏的时候，你只看得到正面，看不到背后。我觉得背后的线条超帅。来，凯恩安安。对啊，我今天要开逆转啊，有讲嘛，有对。我画面没有改，我稍等我一下，抱歉。阿塞斯 X 的那个怪要收完了，是不是？下四窗，我等我一下，下四窗会怪怪的。我觉得现在定型的版本头发最好看。就是简单然后有型。是放在牛排底下的金币。X 是台版决定方针，我觉得是台版反而好哎、欸，我觉得台版反而好，因为。台版你才好做国服啊！台版的价值在于有台版的人很少，所以你做国服其实很方便。欸，大逆转的 3D DLC 3D 效果做的其实还蛮好的，做的比本片好欸，我有点问号，我不太懂为什么。因为 DLC 说实话，严格来说不应该是另外做的东西，应该是它资料已经包在本片里面。你所谓的 DLC 下载就只是解锁而已，不是真的下载300 MB 的东西。使用儿子当挡箭牌也是一种战术。眼神游离的凶手，沉木堂龙之介。老牛哪一天不会，我还蛮好奇的。
亚双翼的 HP 跟他后面头戴抖动的频率成正比。像现在他就是像他现在的血，大概就是一半。他满血的时候，他的头戴会变成垂直的。来，老牛找。肉下金币，刚刚看布袋戏是不是？我等东尼出新的。虽然说应该很非常有得等，来挖一样啊！这个 pose 原本没有吧？DLC 才有的样子。所以，金鱼脑真的，哎，我完全不反驳，我觉得你们讲是对的。学生辩论大赛啥回？我们来看一下。对，有钢龙，有钢龙跟阎王，我看到。一个一个降服敌人，然后在决战论坛上面胜场啦。这个眼神游离跟猪脑袋一样的家伙，怎么可能敌得过我？现在 DLC 就是在帮陈木堂抬轿啦。我们金鱼脑有时候是演的，有时候是真的，哎，一半一半。我们这几天先集中把大逆转裁判清一清，打好打满。逆转 DLC 清一清，补一补。对，胜过牙酸双翼的男人。我不太需要抬轿啦，我比较需要帮我抬起，帮我抬现金。我比较需要现金，抬轿还好，真的。我觉得我人生最缺的就是钱。
双膝跪地，被陈木堂惨点。我妈问我为什么跪着辩论。我就是那 80% 的钱啊，我就是那 80% 的人，我需要钱，真的。热血的牙霜椅，我是80%的缺钱的，真的。通常大家会听到我说我不缺什么东西，来，第一个就是我不缺游戏玩，因为说真的，我游戏清的积的实在积太多。再来是我不缺玩具啊，因为该买的玩具我差不多都买了，然后我不缺书看，该买的书我也买了，我不缺东西吃，该吃的我也吃了，我不缺妹子。我觉得所有成年男人该做的事情我都已经做过了，欸，但是你会听到我说我缺钱，真的，我就是缺钱。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买书哦，工具书，或者是一些算经济的。对，就是我觉得我想要什么娱乐，基本上我都有啦，我就是缺钱。对，增加钱可以增加所有我不缺的东西啊，没错。我有钱，我还可以去整个型呢，多开心！我还可以把自己整得跟金城武一样，不是很好吗？在学生街的牛肉锅店讨论国家的未来，你看多有抱负的一群热血青年。啊，这红色头巾怎么一回事？我都想问你是不是有个师兄弟叫做肯。你喜欢张孝全，你可以整成张孝全啊，没有问题，我支持你。春风得意的你说的魔法咒语啊？什么什么魔法咒语？自带阳气 buff， 真的强强强，高手高手。
红金鱼、绿金鱼、鱼与金。这个我觉得汉化组应该花了很多心思翻。哦，因为被陈木堂洗脸，所以去弄了这条红头巾。红鲤鱼与绿鱼，哦，这个有点难嘞。红鲤鱼与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鱼，干这好难哦，干这好难哦。突然觉得你的头巾好可怜，现在还不死哦，该顶鲤鱼的生命战尾。真命战尾就是准备要被拖掉啊！怪鸟素材可以做武器，可以。大剑。哦，这个我念不起来。最高休息室，嗯，这样也不错啊，不拖。这样我们估计两三天应该就可以把它打完。这个我们之前看过了，对，所以我们重点是看过就好。有的曲子是 NG 的比较好听嘛，我们那时候讲过，只是 NG 的原因是因为不适合那个场景。3DS 实况机40000日币，然后你40000日币再加运费，东加西加，算过来可能要13000-14000。啊，如果你用代买的话，可能就要15000-16000。一样是那句话，你与其买 3DS 实况机，不如等明年的 NX 一定性能更好、更稳定，而且实况机它就是一个破坏保固的东西，而且非官方。我说的官方是指任天堂，所以讲的难听一点啦，实况机你后续维护全部都靠自己，就是这样。欸，不，真的是让一个买了实况机的人跟你说不推实况机，我觉得应该是很有说服力，而且不会穿葡萄。因为大家看我开实况是开的好像很顺，还很怎么样，可是你们一定都不知道我开台之前做多少 prepare 跟做多少准备，跟后续维护那些东西都不是我开台会做的。啊，有啦，我之前好像有一次开台过。重灌 3DS， 那次有开，只开过一次而已。重灌 3DS 超累，真的超累。对，日版实况机全部都靠自己哦，全部都靠自己。啊，我讲句现实一点的好啦，即便你今天住日本好了，实况机
基板的厂商后续服务维护也超烂，真的超烂。嗯，我之前，因为其实你买实况机应该要有序号给你，应该要给你序号。然后，但是，厂商后来因为便宜行事啊，他们都不给序号，他们都直接把序号塞在基板里面，就是直接 key 进基板里面。那你偶尔你可能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你这个序号 lost 掉，哦，那你就完蛋了。你序号 lost 掉，就表示你实况是不是实况？表示你 3DS 的画面是接不上电脑的。那你序号怎么办？那你序号就是要去跟原厂要啊，你就是要跟基板原厂要啊。他们服务真的超烂，一个序号要了1个月，我还请朋友，我还请住日本的朋友去店里催哦，去店里催哦，催了1个月，干他妈真的超烂，真的超烂。这件事情大概是我逆转裁判二开完到逆转裁判五中间的事情，中间搞了快1个月，哎，所以不推，真的是不推。除非说你想，你有想，你很想开，你很想开台，你如果想开实况。那我就跟你说没办法嘛，你只能买，因为没得选。或者是你想录《魔物猎人》，《魔物猎人》的一些战斗影片，啊，我会跟你说，那你只能买，为什么？因为用视讯拍效果超差。对，这两种情况，我就跟你说，你想买就买吧，哎。啊，其他情况，如果你只是买来跟朋友交流，我真的真心劝退，哎，你再忍几个月就好了。看牙双翼还活着欸，多开心！活跳跳的牙双翼。一等船舱区现在只有一号船舱有客人。看，你要知道哦，这间房间隔壁就是金发蒙罗，来自俄国。啊，如果你要开实况，就只能买实况机，这没得选。哎，这种情况，我就跟你说买吧。对，隔壁有金发蒙罗啊，不要怀疑。隔壁房都是金发蒙罗，对，来自俄国啊，没错啊。哎，干福尔摩斯真的是猜不透他，哎，我都不知道他是雷暴还是天才。你有能边说话边打边踢的绝技吗？而且还是两下。对啊，结果是陈步堂啊，衣柜里面是陈步堂。神步堂醒过来的时候，牙双已经死了。哎，没人。哎呀，金发蒙罗来了。哎，不是哦。
陈步堂现在会不会没有在衣柜，在行李箱里面？哈哈哈哈哈！什么鬼？这个又不住隔壁，我说我是隔壁的呢。这是排骨切，一桩排骨切到案。又要转圈圈了吗？这 DLC 应该是每一章的前传，跟每一章中间的一些小插曲。夏洛克·福尔摩斯哦，看着头的靠你。很好啊。来，哥来给你一个忠告哦。
这边就是刷一下亚双翼存在感，跟让大家知道原来福尔摩斯不是白痴。哇，陈部堂的 AGI 点到满了，灵敏点超高。陈步堂跟亚双翼他们两个人是合吃一人份，要这样子，要这样子一个月。对，阿诺、夏洛克、福尔罗斯。哈哈哈！看陈步堂超强。另外两个是隔壁房的妹子拿走的吧？阿诺·史瓦辛格。哇！第一次拍背影。纳格夏洛克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我记得年纪很大、欸，我记得这片的福尔摩斯好像三四十岁，我记得年纪很大。其实我觉得亚双翼没死哎、欸，我觉得亚双翼应该二代会出来，因为你看嘛，日本的游戏、日本的卡通、日本的漫画，就是如果死不见尸，就是随时有机会复活。而且。其实你看，如果今天 DLC 有一些小插曲，有一些后置产，就表示其实在本片里面会有很多故事空间是它有留白没有交代。例如说，其实搞不好亚双翼没死，是那个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在 cover 他，很难讲啊。我觉得有空间可以写啦，所以我觉得亚双翼应该是没死。这个都已经买了，买好买满。特别映像付録，ジャンプフェスタ出展映像。对啊，Eric 复活、哦，我不知道 Eric 复活哎、欸。大逆転裁判、ディレクターの匠秀です。はい、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小島慎太郎です。卡通的 Eric 比较死的比较帅。大逆転裁判なんですけども、これはあの逆転裁判シリーズの新しいプロジェクトということで始まったんですけどね。はい。はい。なんと裁判シリーズの時代が100年ほど経っておりまして、日本でいうと明治時代、もう一つのね舞台になるイギリスでもビクトリア朝というですね、ちょっと今とは違った時代を維多利亚時代の大帝国跟明治時代の100年前にですね、
なるほど龍之介という主人公が、うんはい日本からイギリスへ飛び出して、うん、弁護士を目指すという大スペクタクルロマン、うん、ということにしたいなと思って頑張って作ってます。あ、我字为什么要开始？大逆転裁判なんですけども、对啊，没有先死都不算死啊。というですね。まあおなじみの方のおなじみのシステムで。はい。哦，那个マスクドオーガ，我想起来，我想起来了。今回ですね、まだ紹介してないところで、なるほど龍之介主人公が初めて立つ大日本帝国明治時代の法廷をですね、今日は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はい。はい。またね、探偵パートの方もね、そうですね。もうちょっと発表しましたけども、名探偵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ズと出ましたね。はい。共同で推理するというシステムありますけど、我记得这个是 G E B 后来才出现。新しく見ていただこうと思いますので。はい。只是说真的，我不知道这个是 Eric。ですね。とある事件をきっかけに主人公であるなるほど龍之介が裁判に法廷に立つという場面から始まりますね。应该是哦，我 Google 了一下图片，应该是。なんと龍之介がですね。被告人として立つということで弁護士じゃないんですね。なるほど、ね、まだね、なってないわけですね。ここで出てきましたけども、彼理事茂のこの鉢巻の彼がですね、かっこいいですね。かっこいい、この本邦初公開の彼がですね、うん、なるほど君の大親友にして弁護士なんですね。はい、大学生なんですけども、はい、はい、という麻生木一馬、かっこいいですね。はい、彼がですね、なるほど君のピンチに立ち会う弁護士としてね、はい、というところで始まるんですけども、はい、はい、これが。法廷ですね。ましたね。これ大日本帝国。聞きますね。这篇不给牙双翼戏份，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如果牙双翼后面还活着的话，他跟福尔摩斯对手戏会，会占掉太多篇。非常雰囲気がある感じで。自由度も結構あってね。これは出ましたね。はい。ちょっと見たことがあるような。你看，人人都是自立担当的话，说真的，剧本很难写。你想，那感觉起来，不管什么妖魔鬼怪，都会直接被亚双一家，福尔摩斯的组合轻松点。而且我只是讲亚双一跟福尔摩斯哦，我还没有把华生加进来哦。最强的其实是华生。所以第一代不让亚双一出场，我觉得正常啦。この泳いだ目で、そうですね。浮ついた感じでですね、ちょっと割り込んでしまう。そうですね。というこの辺はですね、ゲームをやっていただくと、そういう事情がですね、分かるんですけども、びっくりしてます。大丈夫かな。もう青木健二もね、はい。まだ自信満々で、はい。かっこいい。かっこいいですね、青木さん。はい。では法廷パートのメインである尋問を見てみましょう。はい。健二が呼び出したですね、目撃証人ですね。はい。なるほど君の犯行を見たぞと言ってる、うん、今回から2人同時に出てますけども、ね、はい、いっぺんにですね、うん、彼らがあれ見たこれ見た言ってくるのを相手に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そうですね、なるほど君デビューにしてなかなかの大変ですね、はい、そうですね、尋問にはですね、うん、まず彼らの話をこう証言を聞いてですね、うん、行くんですけども、明治時代から来たような、はい、この軍人さんと、そうですね、はい、骨董屋さんのご主人のですね、はい、お二人をこれから、うん、攻めていきますけども、そうですね、はい、あ、そうだ、ですね、我前日吃了八宝粥、好開心哦、頼もしいですね、頼もしいです、very happy、突きつける、はい、まず最初に、証人たちのね、はい、証言を突きつけると揺さぶるですね、そうですね、揺さぶって情報を引き出していくというところをまず見ていきましょう、うん、発言におかしいところがないかをこう目を凝らしてチェックをするわけですね、はい、うん、ここがゲームの肝になります、はい、あら、はい、これはなんかおかしかったんですかね、発言が、そうですね、まず最初にこのように大声で揺さぶってみよう、うん、はい、多分麻生木君に言われたんでしょうね、そうですね、はい、これで、証人をですね、うん、動揺させたりとかして、うんうんうん、あわよくばなんか新しい事実とかも引き出そうぜっ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も、はい、なるほど君も初めてなんですけども、はい、一生懸命です、軍人さんに、そうですね、はい、情報を求めております、ほとんど麻生木君に喋ってなるほど君見てるだけになってますけども、ね、頼ってますね、頼ってますね、頼りになります、かっこいいですね、はい、一言も喋らない、尤其这个影片打不了字、はい、導いてくれるんでしょうね、麻生木がね、まずは、まあ、まだでも最初はそんなもんですよね、そうでしょうね、何事もね、はい、はい、この発言でもなんかおかしなとこがないかとか、そう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が、はい、少しずつ情報が集ま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もね、はい、今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すね、うん、隣ずっとおじいさんが震えてます。我们家比较喜欢吃花生仁汤啊，之后我喜欢吃八宝粥，所以我手都很困。以前あの震えも何かか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はい。これかな。我都觉得我应该是路边捡来的。健二さんも、まず最初は序盤こんな感じ、余裕たっぷり。余裕たっぷり。健二相手にするんですけども、
で、まあ、いろいろとですね、まあ、あの揺さぶるとかで手に入れた、まあ、情報をもとに、まあ、自分の持っている証拠品とかで、まあ、決定的な証拠を今選んでますね、はい、そして突きつけようと思います。はい、ダメですか。ダメです。ダメですか。あの、はい、ここから先はですね、はい、ネタバレ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ので、はいはい、実際ゲームで遊んで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中心的一个龙翔啊。そうですね。はい、わ、はい、かりました。我第一次三毛就是给他了。ですね、あの紹介したのは日本の法廷の龍之介が初めて、まあ、出たというところの法廷でしかなくて、この後も、はい、まあ、物語が続きますし、はい、さらに、まあ、ロンドンに行ってですね、ロンドン大法廷での新しい法廷がですね、ありますのでね。ありますので、はい、そちらの方も期待しててください。え、はい、大逆转二什么时候出？有公布了吗？只确定是2017嘛，对不对？详细时间是不是还不知道？照这个速度，我们应该今天可以跑完八场哦。要一眼就让人家看得出来是福尔摩斯，这其实蛮重要的。欸，他这个箱子超潮的，欸，也太酷了，可以 room in 吗？好像没有办法。这机关工具箱超强。知道12500的应该是蛮早了。哦，12500这个答案好久没出现了，这个指令好久没出现了。1150好像是被我删的，12500好像就是自然代谢掉，12500我没有删。欸，51500是我删的啦，欸，51500是我删的，12500不是我删的。都是三的哈。知道番号这个指令很久没出现了。哎，即便撒满地，还是会自己再生的炸鱼薯条。对啊，蛮多。指令太多，其实要清一下啊！以后我建的指令不要清，欸，是我建的就不要清。欸，我会告诉大家哪些指令是我建的，因为我建的不会太多。
夏目漱石的案子已经了解，所以这个是第四章了。暴雷指令暂时应该用完了，可以删了，或者是以后改也可以，嘿，各位方便就好，以你们需求为第一优先，可以以后改啦，因为毕竟我们跑的游戏其实，说实话，很多时候，如果我开剧情的游戏，如果是想开给大家看的话，我进度不会太快。像 P5 就是 P5， 如果真的让我自己打的话，我可能一个礼拜之内 HUD 就全部打完。欸，让我自己打，我不管开台的话，欸，我如果不在乎大家追 VOD 很辛苦，只顾着自己打，我一个礼拜之内一定可以打得完。因为我们这边总是不能自嗨嘛，我觉得开台就是要跟大家互动，所以我们进度会比大家慢。那同样的，如果之后我们打人龙进度是不是更慢了？哎，多少人都已经破马拉松，全部跑完了，我一片都还没跑，是不是？所以很多游戏我们的进度其实不会是快的啦。那大家都知道，我不太喜欢人家爆剧情的，除非是像 Pokemon 或者是像 MH 物语这种重心不是剧情的游戏，那我就觉得无所谓，没关系。如果剧情是卖点的游戏，我不喜欢人家爆雷，所以这个指令应该有机会是用得到。古今中外跟全世界，古今中外全世界跟司法相关的书籍全部都买回来，狂！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个手上炸鱼薯条哪边买得到？无限再生。话说玩过萨尔达吗？我们嘴炮说了很久，说要开这个啦，这个嘴超久啦。萨尔达繁体中文版，这个嘴超久，这个找时间看什么时候清。因为我讲句最现实一点好了，我开萨尔达之后，我不知道观众会有多少。因为我们总是还是要去顾虑一下观众数量，毕竟我们的目标是做订阅嘛，有订阅大家才不会在一些不该转的时候转，或者是大家随时都可以调画质，这样不是很好吗？是不是？但是你问我，如果你今天不在乎，如果今天问我喜不喜欢玩萨尔达的话，我会跟你说，如果不在乎开实况。或者是观众数量这件事情的话，我是喜欢玩萨尔达的。
萨达可自己玩啊，没错啊，哎呀，是可以自己玩，没错啊。啊，只是为什么会装繁体中文版？就是、啊、就是想说中约乐啊，讲中约乐可能比较好沟通，虽然说正确读音是中约乐。哎、欸，反正大家懂我的意思就好。伦敦有藏书超过350万册的巨大租书店，您说亚马逊吗？不怎么看的书都直接来看。窗户税在40年前废除。什么都收税，超狂！胡子税，有胡子要收税。不知道，可能是看起来太嚣张。我定家规，陈木堂家世世代代不能留胡子。所以意思是，胡子是有钱人才留得起啦。寿沙都要补刀咯。其实寿沙都这边大概就是乔州想借寿沙都这个角色的口再捅日本一刀去吐槽。玄关税。不是窗户而是玄关。发型要能够刺爆枕头，真的。幕府完全禁止留胡子，你看这乔州是在吐槽。应该是看起来太嚣张了。寿沙都，你手上那本是 Google 百科全书吧？第二次兔子狂热，大逆转的 BGM 真的是没话讲。寿沙兔真的是可真的超会，
饿就吃啊、欸！你们大家如果饿了就吃哦、喔。五秒钟收一个，五秒钟想到一个好赚钱的税是什么税？呼吸税。哎、欸、干，靠！果然不是只有我这样想而已。不是只有我想到呼吸而已吗？十恶不赦。哎、欸，不断压榨，还要配这个热血的 BGM 哦。哎、欸，不能算前所未闻呢、欸，还有人更早想到。因为国民强烈反对被废除，废话。这地游戏就是搞笑啊，认真的搞笑。反对税啊！最近有个喜欢老是喊反对的辩护律师。这太针对了。一次反对收取五便士。《死亡物语》是集齐狮子新干线跟逆中战机就可以合体的故事吗？哦，还有钻土机。不便是，哈哈哈哈。照这个速度，我们一天就可以打完了，其实还不错。短归短，可是其实算精彩，不错。第二话评论，这个我先不翻哦，这个翻感就会翻到死。我帮大家画重点。こんにちは、大逆転裁判チームのタクミです。今回は、コメンタリー動画の第2回ということで。第2話、トムとマダロの紐の冒険というエピソードを、这边在讲的是那个蛇見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亚松一死掉那一关，然后他这个主要是在说，因为桥头这一关其实主要是在吐槽，好像是袋子蛇的部分。記念すべき事件になっています。これはですね、ご存知の方も多い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本家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ズの名作短編推理小説の。マダロの紐という事件が、ちょっとベース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かですね。对，要乔造说他以这个以小说知名那个事件做基底去做一些改编。考えるのが結構時間かかったんですね、その舞台から。でも今回はですね、マダロの紐を使おうというお話がですね、すごいすんなりと、浮かびまして、やっぱりそのホームズさんと今回共演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この話が一番書きたかったのかなっていう、なんかすごい、素直な気持ちで書いたエピソードです。
小周这边讲的比较含蓄啊，他说他就是把当初看完这篇之后的一些心情，很耿直的写成故事。他讲的比较含蓄，可是其实他想讲的就是我要吐槽吧。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ズのパロディの歴史も、始まってたんですね。その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ズの歴史とパロディの歴史、その両方をですね、リスペクトした形で、今回のエピソードは、構成されています。それでは、遊んできたと思い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就是、这个真的是很经典的。それでは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ズ。あ、就是把初登場シーンをちょっと逆转这边，就是他想写的一些故事推陈跟主线，跟原本条文代词的这一段做一个结合改编，然后再加一些他原本的一些想法进去。なんというかですね、なんとなくこのホームズさんのイメージはですね、こういう事件現場で好き勝手に調査を自分でしてる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ってですね。然后乔多说他这边想要帮福尔摩斯，想要描述的福尔摩斯形象是会在事件现场神出鬼没，而且我行我素的就直接调查起自己的东西，不是别的。なんていうかですね、ホームズさん、自分のために捜査をし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なるべく面白い格好で登場させましょうという話を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さすがにですね、チームの中で。なんでホームズさん机乗っかってるんですかとか聞かれたりして、僕もちょっと言葉に詰まったりしたんですけども、次第に皆さんチームのみんながですね。他这边就是想表现出福尔摩斯这个人就是又北来又强。ですね。いろんなところにホームズさんが現れるというふうに。而且你不知道福尔摩斯为什么时候跑出来。じゃですね。神出鬼没。ホームズさん話しかけ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実際話しかけたと。对，我觉得他做得很成功啊。对，我行我素跟神出鬼没，真的。実はですね、御言葉スサトさんですね。スサトさんは。而且你不知道他是真的白痴还是假的白痴。という設定。摸不透，真的是摸不透。イギリスの雑誌を日本に取り寄せて読んでるっていう設定なんですけども、若干この本物を目の前にして、持て余してる感じがね、出てきました。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ズさん。なかなかこれがね目の前に出てきたらこんな風になっちゃうかな。これ事件現場で。大逆地球思想画出来了，对，我们正在打，我们正在打，只是他的影片没有，只是他的影片没有那个，他的影片这边没有汉化，因为原本啊，我这样讲了，逆转大逆转裁判他的影片格式没有办法放字幕，就是这样。逆转五六的影片格式可以塞字幕，所以字幕组有办法做中文化。哎，但是大逆转没有办法。原作の、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ズ。大逆转，你正版的原版的影片规格就是没有字幕。那如果是逆转五跟六原版的规格，它有字幕，所以汉化组可以把字幕字幕改成中文。只是它有些东西需要解释。最近有推荐的游戏或漫画的吗？最近我不最近3DS 最近比较没有什么新漫画游戏，因为比较知名漫画组，他暑假应该放了八九片出来。那我接下来可能会打的是看我带补去那边嘛，魔法石之夜。然后《侠盗猎车手》GTA 的单机剧情模式，听说单机剧情写得很好，可是我没有玩。我 GTA 买了很久，但是我几乎都没有在玩。还有就是《人中之龙》跟《萨尔达传说》，还有什么？还有428，428我也放很久，428也要补一下。実際その同じ着眼点を使って後で最近比較没有新的汉化了，推理を修正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ので我自己会推的就是代步区这边。考えるのが今回シナリオ書く上で一番挑戦どころだったかなという気がします。なるほどかもね、ちょっと黙ってしまうという。然后小周前面说，就是他第二话这边啊。他要去塑造福尔摩斯的这个角色的一些特色，跟现在的行为，花了很多心思做调整。実際に人間の動きをですね、
取り込んで、啊，因为寿沙都的定位，寿沙都的形象是大和夫子，所以会强调礼貌，其实还蛮正常的。当然，以我们现在角度来看，会觉得礼貌过头。取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の中で一番面白かっこいい、アクションを、選んだのがさっきのやつですね。そんな感じでですね、その視線の動きとかね、前回紹介したのかな。而且是说，小周说，就是他这边去做一些视线的转换啊，花了很多心思做调整。像寿沙都的契合和气道投资，我要备份哦，要备份哦。我之前有做备份，之前我记得我有写文件给自己看，我贴给你好了。ではまた次のコメンタリー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好，重点大概就是刚才讲的那些，因为小周讲话也是很含蓄，毕竟这个东西是你要站在公司的立场，不能讲话太强。我找一下，这个是我之前贴给自己的资料。啊，党名，因为是这个是写给我自己看的，所以这是我的党名，我的档案的党名，因为。我之后如果重灌的话，我怕我忘记怎么用，所以我都会备份，我都会写注记清单给我自己看。魔法使之夜，我觉得我应该会优先补，因为魔法使之夜听说不长，而且但是很精彩。然后我最近脑袋是需要放空一下，没有错。之前打那个 P 5打哈德模式，脑袋实在是。对，都绷很紧，要弹让它弹性一点。本作最强角色出现，就是符文模式，没有啊，就是化身，还有自然安。我有在思考，我要先跑人龙还是先跑魔法使之夜？应该会先跑魔法使之夜，因为人龙可能到时候直接马拉松接流弹，所以可能会先打魔法使。因为魔法使之夜，我嘴炮超久，我嘴炮半年了。我魔法使之夜，我记得我2012买，然后买了之后没有开封过。想到华生就想到盲肠，这个华生没有成年啊，大哥。大逆转二其实再怎么快，应该也要五六月吧，所以应该还有点时间。其实我原本大逆转打算等二代要出之前来打，原本是这样打算，没想到汉化出了这么快啊！既然都出了，就打不完嘞，都出了怎么可以不打？是不是？战好战满。看完 P 5主角的房间，再看看这个事务所，突然觉得事务所其实蛮大的。我们冰箱游戏实在太多了，真的。时间有限，游戏无穷，真的。
所以我之前才说嘛，我觉得 FF 十一延期真是太好了，要不然根本就没有时间打 P 五啊。除非我都自己打自己的啦，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天开个18小时，不管大家 VOD 追不追得上，这样子的话很快就可以打完，没有错。然后也不玩 hard， 就是一路冲，一路纯跑剧情，这样是很快。有还有一堆小游戏根本消化不完了、啊，来不及消化，真的。其实有时候白天下午我是有空，只是因为说实话下午开台，说实话下午开台真的没什么观众。那以我们目前要冲订阅来讲。在不该开台的时间开台其实不太 OK， 因为会把你的平均人数拉低，听说好像是看平均人数，所以我要确保每次开台人数都够多。那如果之后我们有办法做订阅之后，有做订阅之后其实就表示我不用 care 人数的限制嘛，那随时我想开就开，然后开的游戏会比较多，像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因为人数的考量，所以都要开一些比较主流的游戏啦。但是其实有一些独立游戏是很值得玩的，有些独立游戏它的声光效果可能不如大作，可是你会感受到它很多地方用了很多巧思，用了很多心。那这些东西我自己在玩的时候，其实我蛮想跟大家分享，只是就是我们要先顾虑到人数问题。好 ，GPS 晚安。之后如果我们订阅做有办法开订阅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做的我觉得还不错的独立游戏。大英帝国万万岁！真的什么都可以征税，超潮。更换海水对伦敦市民来说太麻烦。海葵很难养吧？海葵你要喂什么给它吃？喂小鱼吗？古丹这个吐槽的厉害。不想被100年的历史吃，名次的黑历史。生态箱，那么现在就是聊一些在地的一些人文风俗，跟一些社会现象。四海兄弟我蛮有兴趣的，可是四海兄弟听说蛮长的，所以就先放。而且四海兄弟好像一二三也是有关联性，所以这个真的要补应该也是大坑。所以我的想法就是等过阵子如果有特价我再一次买，然后再一次跑。反正我们游戏清单已经堆到跟山一样高了，然后我奥丁领域我买来只玩过两次就放着了。
对啊，很长啊，听说超长哎、欸，听说超长。我还蛮有兴趣的，因为他很多小好，应该说他剧情的，我看别人实况，我觉得他剧情的一些小地方处理的很有张力。啊，因为我喜欢跑 RPG 嘛，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边其实讲是讲动作游戏台，可是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打 RPG、欸。我喜欢打 RPG。像这种直跑剧情的游戏，我最喜欢了。啊，当然逆转裁判偶尔可以秀一下智商也是不错，而且还可以开刺激的赌盘。崔健扭曲的金座、金台座，还有绿柱石、金框小眼镜。什么是拿比瑞啊？哦，他这边要解释，太好了。哦，解决案件的纪念品、欸，哎、欸，这超酷啊、欸！这等于是魔物猎人的勋章、欸，哎。大逆转从游戏出到汉化出可能要一个月，所以我们大逆转二到时候一样先跑日文版，然后汉化版出了之后会重新再跑一次汉化版。总之大逆转二我们就是买首发不结束，我希望这个系列好好做下去。山中小屋是那个桌游吗？听说很棒、欸，我还蛮有兴趣的。只是我记得山寨小屋是不是有很多山寨货、欸？我记得好像有很多复制他的玩法。学生跟绅士对比实在太过悲伤。是桌游吗？这我就跑剧情赞，我喜欢跑剧情。爱丽丝的吐槽精准、欸、帽子脱掉就可以了，罚站不管在哪边都在头上。为什么在头上顶一门大炮呢？感觉很棒、欸、变化性很棒。我觉得桌游要做到变化性很大，就表示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选择它要做得很细。猎鹿帽，哦，原来是猎人的帽子哦。大逆转一代，我记得打到最后，寿沙都他爸好像有事情，对不对？好像是病危还是怎么样，寿沙都要回日本，然后就结束了。好，我决定大逆转二出之前，我要看一下自己的 VOD， 复习一下。因为有点久了，适合边放恐怖边 BGM 边玩，这个就是要吓我啦！你这个就是要挖洞给我跳，我懂。
珍宗小屋好像很棒呢。很桌游出资料片，就表示他卖得非常好。福尔摩斯性极论。这个只用听他讲的没有意思啊，你要画图片给我们看。来，小羊安安，信吉说是正确的，陈木堂猜的是对的。哎，对哦，礼貌是圆的，怎么带都是正，怎么带都是对的。啊，对，这游戏不容易找，真的。而且玩这个应该玩至少要玩一个下午。我是实体片转资料，哎，啊，没有，这片不是实体片，这片是下载版，没错，我大逆转的下载版。哎，我大逆转不是实体片，我大逆转下载版，哎，我记错了。我连剧情都忘记了，我连剧情最后完结都忘记了，真的是金鱼脑袋啊！真的要回去看 VOD。可以用破解卡，可以不用破解卡，但是不用破解卡风险比较大，我是没用破解卡。啊，破解卡的东西，因为我没有用，所以我比较不好给意见，因为我怕我给错意见。直接改机风险很大，用破解卡其实比较稳定。欸，老实讲是这样。直接改机的好处是省钱，省钱，你少买一片破解卡。然后还有什么？有一个你要说是好处，可能说不上好处，我就是成就感。因为说实话，你要直接软改的技术门槛是稍微高一点点的。会说只有稍微的原因，是因为说到底程式都不是你写的，可是后续那些维护其实也是很花心力，所以会比较有一点点成就感。这个是仅存的一点点好处啦。而且你直接软改的话，其实会有几率让你的机制爆炸。所以真心要讲，我会比较推破解卡。只是破解卡，因为我没有用破解卡，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给意见。汉化的逆转裁判啊，不错啊。如果你想玩汉化逆转裁判，1、2、3、4、5，应该都找得到 3DS 以外的版本。目前玩不到的大概就是大逆转跟逆转六。因为逆转5有上 iOS， 然后 4就不用讲，4很好找，而且4最近也要上手机。大逆转就还没有。对啊，改机的缺点真的是大过优点哦，真的。所以真心要我讲的话，我不会推改机啦。啊，为什么我改机？因为大家如果在看我台，我就会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会有些东西明知不可为，但是我就是要这样做。五代有 iPhone 哦，五代有 iPhone 版，五代有 iOS 版。只是我不知道五代的汉化做好了没，因为五代的汉化之前
之前新谣有说他们要直接拿 3DS 版东西去转啊，我不知道处理好了没，因为我没有8楼啊。新谣的汉化品质很好，哎，没话讲。哎，那时候有跟我们逆转五实况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对，所以逆转五，我确定有在做汉化，但是我不知道做好了没。像我的情况都是，有时候有一些网我会知道不能用这个打法打，但是我硬要用这个打法打。哎，我这个人习惯就是这样。哎，明知不可为而为。啊，有时候不是效果，有时候是真的迷路。哦，照这个速度，我们今天应该可以打完，没有问题。这样也不错，哎。他每一个 DLC 都有他想讲的一些小东西啊，就对啊，要讲犯贱也没有错啊，要讲犯贱也没有错。就是想这样做，因为很多东西，如果你全部很多事情，如果你全部都用利益得失去做计算的话，真的很无聊哎，真的太无趣了。啊，我想到一个例子啊，之前打冠军打，哎，之前打四天王，之前打那个什么，打联盟四天王，在加大五的时候，我不是坚持只用一只鲤月鱼，只用一只鲤月鱼干爆四天王，在加大五，是不是？好，赛晚安喽。其实你只要再多带一只任何一只小怪，就会好打很多。哎，就算那只小怪不上场也没有关系，因为。只要他能够争取时间让你的鲤月鱼复活，就好打很多。但是我就是坚持那只鲤月鱼，我就是坚持只用那只把它打到破。好像挑战了3次还是4次吧，我记得打了很久。挑战我记得好像失败3次，第4次才过，我应该没记错。我这人就是这样子啊，有些东西明知不可为，但是我就是要这样子。夏目漱石超会。天动地，福尔摩斯补刀超精准，跟西门有拼。大家注意到了吗？华生今年只有10岁哦，10岁。年纪比雷法还小。到关键字就跳出来，超会。看一堆刺客脚，看。深欧外是啥会？深欧外是人吗？
没听过哎、欸。无忌我也没听过哎、欸，我真的我这人真是没什么文化素养，听都没听过。Dancing Queen。陈部长大人，请不要随便翻译。来，老师非常热衷于在德意志的生活，听说和异国女性飙高粱的关系也是很好。不可能犯罪，什么鬼？真欧外是世界大战跟夏目漱石齐名的文豪，好谢谢、欸，因为我真的没听过，没有什么文化素养。真实色，超会。周大度小姐开始超越法务助手的领域了。周大度刚才眼神的转变，我觉得很棒。夏目漱石怎么教？我还蛮好奇的。紫 K 变成紫 K， 谐音笑话。我觉得乔州都是透过这个游戏在偷吐槽一些东西。哎、欸，莎士比亚是西元几年的人啊？哎、欸，请原谅我这个人真的是没有文化素养，而且我对历史真的很头痛。我只有中国史比较好，因为我运气不错，我们国中历史老师是个很讨喜的人，教的也很认真、欸。我很感谢我遇到他。也感谢他的认真教学，让我有心情，也很乐意念历史。月亮真美，等于 I love you。夏洛克·福尔摩斯当然是应该要有很帅气的简称啊！哎、欸，福尔摩斯手指十只手指头的 3D 效果很不错。哦，夏目漱石最有名的句子叫做"月亮真美"，哦，记起来啊，记起来。福尔摩斯整个很想红，夏翁。
下服。下胸。好，我懂啊。喜欢下胸记得去玩 God Eater 哦。爱丽丝简称爱姬。你说到爱丽丝，爱丽丝惊魂记我还没补，我也还没补。爱丽丝惊魂记一我打完，然后二买了很久还没玩。啊，如果要补，说实话，应该一定是从一代开始打、啊，一代直接复习一代。只是我不知道一代有没有汉化配置，因为一代很久了吧？一代应该是十五、十六年前的游戏。哇，干，开汉化版多开心，都不用翻译。还没体会就被先上一个。神秘的脚踏车，福尔摩斯从头到尾都叫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搞不好本身就是一种简称。我掌握到了摔跤的诀窍，可以说几乎做到无痛。求分享，谢大大。脚踏车是用来骑的，不是用来摔的。脚踏着地的车，简称脚踏车。脚踏倒地的车，简称脚踏车。就瘦身，就瘦身。哈哈哈。话说瘦身中文应该要怎么翻啊？大家有比较好的建议吗？真心不懂瘦身要怎么翻成中文？嘴巴说不要，身体倒是很老实的黏过去，我懂。不是啊，瘦身不是中文，瘦身是日文。欸，如果要翻译，不能这么草率，直接拿过来。啊，我这样讲好了。你今天对一个没有打电动的人说：“安安你好，你要瘦身吗？”欸，他可能会以为你要问他是不是要减肥。对吧？护身刀法，这个意思也是对的。好，有空来 Google 一下，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只有我。
对啊，要玩过格斗戏才知道什么叫瘦身啊，所以瘦身比较不是，瘦身不是中文，简单的讲就是这样，瘦身不是中文。已经被碾压到不成车型，人家爱车是负责让你拿来摔的吗？哎，我懂。月亮真是美丽啊 ！No, thank you。你想要做需要瘦身的事情吗？哎，我问一下，那个 XYNZ。卡通结束了吗？我想看日月第一集，他脚踏车已经是夏目的形状，不解释。这个我看过，看一下。哦，这个刚才看过。哦，这个是正式采用版的死神的 BGM， 然后这是 NG 的。好，我们听一下。倒数几集还没结束，好，谢谢。瘦身主要是第一个是减伤，第二个是争取你再度起身反击的时间。当然，因应不同的游戏、不同的系统，对瘦身的用途会不一样。不过大方向都是这样的。曲子就是一副就是要最终决战的样子。这首我觉得不错 ，NG 的我觉得蛮好听的。这首我还蛮喜欢的。小浪都还好，好，我们继续推。好，我们七篇打完，今天就先休息。然后这片清完的速度比我想的快，所以明天最近可能先把 MHS 推一推，然后再来是721嘛，721差不多要处理了，日月都要出了，我721应该还有。30%吧，还有点时间。日月第一集是11月11号，谢谢。好，感谢。这法官超帅。要学习怎么摔能够降低受到的伤害。嚯！轩宁，问你这个图是哪里来的？是游戏本身里面真的有这张图吗？还是人家改的？这图超赞啊，去贴克斯啊！对，雷禅需要学瘦身，真的。细长无戏份有点少，我本来以为它定位是秘具，会很常出现。
结果之后出现两张。然后我看这个杰泽尔布雷特，这个就是干逃之夭夭，这个是王八蛋。这个就是我隔壁说的金法罗啦，懂吗？哎，这个我记得没有成年，这只有14岁，所以这是动画嘛。这图不错，干得好。好、哦，印象深刻，好 ，OK， 好图，好图。特殊这个还好，欸，我忘记妹子叫什么名字了，我忘记她叫妮可。这两个怎么看都像是雷顿教授跑出来的。这对人不会。今天一直闪啊！吉娜头发放下来，我记得蛮正的。她头发放下来过。新角色做得强，他才好卖角色啊。
刷野刷超快，然后会战又超强，啊，那这样不就是马上就被 nerf 了？是不是？对啊，一个喜欢啊，我的意思就是会战不强，这样才平衡啊。我没有看错啊。一个喜欢吉娜，一个喜欢妮可，就各自带开不就好了，是不是？先把一个贴一下链接给我看嘛，这只新角色，让我看一下，这样以后看比赛我才看得懂。普攻三下带击飞，赞了！下次看比赛要等一年了，也是啦，有道理。水管介绍好，谢谢。因为我自己连自己的退局最近也不是很稳定。扑克牌对决要怎么对？所以陈步堂跟福尔摩斯打牌，被福尔摩斯惨点。哦，原来是出千，哈哈哈！福尔摩斯冲干，对，各种炸毒，这是德国西德最新科技哦。
ジ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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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ジ积分前十打完了，恭喜恭喜！炸毒！作弊不就是出老千？整个超展开，活该！爱丽丝说完之后，放达兹嘲笑脸。
寿沙沙花茶。我记得爱丽丝泡茶不是很厉害。啊，问一下，现在的英雄联盟可以 replay 吗？ replay 说要做 replay 讲了好几年，哎，这个我觉得可能成为二代大逆转彩蛋，我觉得有可能。这段我觉得蛮精彩的，哎。replay 啊，重播。要载程式嘛？好 ，Remake 有好这些，所以还是没有官方的，应该还是要载程式嘛，对不对？台服还没好，谢谢。英雄联盟是一个好玩的游戏，是营运感觉起来都不是很有诚意。这个游戏本身是很好玩的。DLC 有塞一些新动作，本片没有的动作，像受杀毒刚才也有个动作是本片没看过的。福尔摩斯这是王八蛋，谁敢跟他赌？哦，第八篇，我们看一下、哦。啊，这个刚才看过，对不对？看这个是粗包团啊，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人设计的，他们是挂同一条围巾哦。哦，原型是太阳跟月亮哦，靠，原来如此。对啊，侧面看是月亮没有错。CIC 贴了什么神奇的东西？我来 Google 一下。哎，班尼提克真的是不错啊，我喜欢这个角色。
欸 time out 一下是压一时咬 time out 他十分钟好怒真生气靠北啊对啊吉娜应该有机会我觉得帮 QQ 生气啊好，十分钟见，十分后见。看我玻璃心，哎、欸，看我真的，我这么相信你，你这样背叛我对你的期待，对吗？我这么相信你，哎、欸，我一看到就直接右键搜寻、欸，哎、欸，你不要知道会比较好。相信我，你们这么想知道吗？没问题啊，来，我还原给你们看一下。哎、欸，没事情，不要点这一串哦。哎、欸，没事情，没事情。哎、欸，辛巴知道，辛巴应该是我们当中最不会受到精神伤害的那个人。哎、欸，辛巴应该是无所谓。哎、欸，我是怕你们晚上睡不好，哎、欸，所以不让你们看。哎、欸，我是为了你们好，真的。干，超伤眼的，真的超伤眼。好啦，大家真的这么想知道，关台再问我。哎、欸，我等一下找一下讯，等一下找一下讯息记录。啊，对，阿万贴了，阿万贴了，哎、欸，阿万贴了关键字。干点开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弹奥他哦，懂了齁，懂了齁。一个人都没有，那有鬼吗？我没有装外挂、欸，我点开就看得到了。这坑超大，真的。台澳十分钟很客气齁。好，十分钟后见。阿万是转贴啊，阿万是转贴，阿万是因为大家想知道，所以贴出来。银行不能上传道具，所以你把有道具的。上传上去之后，他会把道具拉下来推给你。对，道具不会上传，道具会推到包包里面。哎 ，CIC 只贴了一串数字跟英文，聊天室就高潮了，干厉害厉害，高手，佩服佩服。CIC 贴的那个跟猎奇没什么差别啊，真的。那个是世界等级的，真的。奉劝大家没事不要点开看。哎、欸，台澳十分钟也很客气，好吗？哎、欸，都要睡觉贴这种东西，怎么睡？都可以闪过这一波，恭喜你！
NeverDream 用的浏览器是什么？我用 Chrome 是可以点开看。因为各位的 MOD 权限应该都是一样的，欸，应该没有分什么高跟低，应该权限都是一样。我用 Chrome 也可以点，欸，那可能是退区的问题。啊，这种东西不用这么纠结，真的，商演的东西不用这么纠结。对，你的浏览器是认真的想保护你耶。意義あり。啊，我骗什么戏？欸，那个不是我的设计，那不是我设的哦。搞不好不是排挤你，也是保护你。被害人没有留下任何脚印，就从房间消失又出现。啊，这不就陈木堂之前在客轮上面做的事情？G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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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没有点开，没有点开，看不到关键字才是好事，好吗？哎，我想问一下，今天是有什么比赛吗？英雄联盟今天是不是有比赛？哎，这曲子是新的吗？我
没听过这首哎。啊，好像有，我听过。早上而已嘛，好，谢谢。好，谢谢，感谢感谢。哎、欸，这首有后面有后，哎、欸，后面我就想起来了，前面前奏我没有印象。哎、欸，这首是推理哎、欸，这是推理哎、欸。这个原本是转圈圈的曲子。很多这个方法可以不留下脚印，好比双飞的。靠背啊！这个游戏真的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电波跟我很大，我说不上来。各种莫名其妙的发言我都可以接。各种就是我都只是在胡赖，我都在好小，然后呢下一段就会出现我的好小。二代一定冲首发。我真的说实话啊，我希望这个游戏里好好做下去。十分钟后的 CIC， 真的是意图杀人。我没有吃很广啦，我还好。欸、我的 range 其实很窄、欸，就是漂亮妹子。我就是喜欢漂亮妹子，哎、欸，七龙珠 X V 2还不错，是不是？好，到时候出了我来买。超赛没时间限制，好，那不错。剑是白的，辛巴都不假了。哎、欸，这个指令到底是谁做的？怎么那么靠北？赛亚人很帅，然后那什么佛利杂族的变身游戏很漂亮。哎、啊、总之我口味没有很广啊，我就是只喜欢漂亮妹子。哦，看说哦，我说可以做的，好 ，OK， 谢谢。其实大家我怎么讲呢？我觉得各位 MOD 都知道分寸在哪边啦、欸，所以就是指令都开放让你们自己做，没关系。哎、欸，我知道你们分寸在哪里，我相信你们知道分寸。那、啊、只是指令，我们之前说一个人不要超过三个嘛，对不对？所以太多的就是大家择优留下。XV1 主要是玩到后面很浓，要不然 XV1 前半我觉得很好玩，前半真的是不错，后面太浓了。财团 B 他们家的游戏最近都有这个倾向，像那个什么创斗啊，创坏啊，钢弹创坏者就是这样子啊，它平衡做太差了，你后面全部都是一直在浓浓浓浓浓，啊，我就最不喜欢玩浓的游戏，要不然创坏的剧情其实还蛮有趣的。
我 XV2 就看到时候，哦，因为我 XV2 要玩，要玩电脑版的嘛，对不对？所以到时候看一下 PS2 版评价如何，PS4 版评价如何。它的本身核心系统是好玩的，但是它的一些平衡真的是太浓。你要装什么技能，全部都要浓，然后还要靠，还要拼运气。我实在是受不了。对，还是要刷招式啊。创坏者也是一样啊。创坏者，我觉得他一场战斗做太长，然后你如果要快速战斗，就是一定要就是要裘雅克的手嘛，对不对？啊，裘雅克的手前期很强，但是很丑，而且很作业。后期裘雅克的手又被砍，就等于是你都是只能一直，对，就是一直花时间弄，真的很无聊，就可惜，我只能说可惜了。我觉得他那个创坏跟 XV 这两个系列应该要做成在平衡上面啦，我觉得应该要做成纸防御，报纸的纸，就是双方互打都很痛。XV2 是12月，PS4 版是12月，电脑版未定。他应该做成纸防御啦，就是类似魔物猎人这样子。像魔物猎人，大家不是说防御盔甲跟报纸一样？可是你双方如果防御力都不会太高，这样就比较有打动作游戏的紧凑感，就是恐怖平衡。像我觉得 P 5女神异闻录5的困难模式就给我这种感觉，就是你没有什么容错空间，老实讲。啊，敌人那边是如果你使用正确方法打，其实敌人也不会很，敌人也不会血厚到太夸张，应该这样讲。啊，如果真的你总攻击一次打不死的，你就劝退嘛，你就用嘴巴劝他回家，就你也不用跟他硬干。我觉得财团 B 那几片浓的游戏平衡应该往这些方向做，比较不会太拖。为了拖而拖，我真的觉得很无聊。然后，创坏三的 DLC 又卖超贵，真的超贵。目前玩体验版，主要就是玩正可以拿东西正式版用好。宽度有双叶狼狈，有什么好得意的？双叶这么小一只，是不是？你说宽度有罗宾汉两倍，那真的超屌。我不抽烟，然后偶尔小酌，但是我不抽烟。好人不长命的事业超大哎，事业其实有快一倍哦，事业只是比较低调而已。我是不是之前没有开过那个什么？我没有开过连打不偿命，对不对？改天有空我们开一下连打不偿命给大家看。连打不偿命，你会看到事业穿比基尼跟穿内衣在那边跳，这边抖。事业很大哦，事业很大，大家不要被他衣服骗了。宽度是罗宾汉两倍，宽度罗宾汉起两倍是墙壁。对吧？事业的 GN5 只是因为穿着比较低调，事业其实蛮大的。你掉进湖里面的是一个双性恋的辛巴。还是直男吧，你忘了还附一只濒死的老牛。PC 是10月底哈 ，XV2 PC 是10月底，真的假的？这个有点吓到我。
宇宙石都比较挂台啊 ，Never Dream 都挂台比较多，他都是点点嘛看，他不太会没有什么机会失业。然后五字也是挂台比较多，哎，五字讲话是时间比较少，五字比较常讲话应该是在 Pokemon， 开 Pokemon 的时候五字比较常讲话。新人就新人是闷骚，我知道。新人如果不低调的话，实力应该爆炸多。所以我劝新人你还是低调一点。Never Dream在研究截取卡，截取卡是少数我可以提供意见的东西。这短片超好笑，真的超好笑。花2000买这八个 DLC 其实还不错啦，还我觉得就一半当做赞助卡普通，然后一半就真的是在买 DLC。所以其实我的想法是，这 DLC 就是1000日币的东西，没有什么好挑的。看一下编辑后记有没有汉化，有哎、欸，就这样哦、喔。哎、欸，大哥在太阳村了。然后 OK， 那刚好2点，我们今天先打到这边，那差不多先关台。我等一下要去弄一下那个很无聊的演歌，哎、欸，那个太作业的东西，我都自己处理。好，谢谢大家陪我玩，晚安。虽然说我没有这么早睡就是了，明天还要放假。好 ，see you。明天开台之前，我们一样。哎、欸，明礼拜六我不知道会不会开台，不确定。我礼拜六有点事情。明天如果开台，一样会在课时先发通知给大家。谢谢大家陪我玩，晚安喽。